今天就算是同归于尽，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。赤坂龙一，老子告诉你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，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，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。小鬼子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
没事，我们干掉尸人，我们把石爷也干掉了，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，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。是。